手朱莉静于去年七月因乳癌离世，享年40岁，消息让人感到悲痛。近日朱莉静的家属在深夜更新官方社群，宣布精选集上线的消息。据朱莉静家属透露，去年曾向唱片公司询问能否发行这张精选专辑，但第一时间并未收到回应。家人对此表示理解，因为现今的唱片市场在本人无法宣传且专辑内没有新歌的情况下，赚钱的机会不大，也无法保证销量。随后得知福茂唱片决定发行实体专辑时，朱莉静的家人感到惊喜和感动。这张专辑对他们来说是朱莉静与歌迷的回忆，也是他最大的心愿，很感谢唱片公司愿意帮忙实现。消息一出，引来不少粉丝纷纷留言直呼至今依然很想念朱莉静，能收到这样的好消息真的是太感动了。Bye.